日前，演员肖战在直播中与粉丝亲密互动，也放出了这次直播中的造型。照片中，肖战穿着一件白色圆领 T 恤，搭配白色衬衫和蓝色牛仔裤，一副清爽青春的装扮，阳光的笑容与俊朗的面容更添几分少年气。这番清新帅气的造型与治愈的笑容，让粉丝心领神会。这套简单大众的装扮与肖战的青春气质极为匹配，圆领 T 恤与牛仔裤的 casual 感打造出了一种附近大学生的模样，而白色的上衣也衬得他的肤色更为白皙，与黑色的头发形成鲜明对比。这种简洁但不简单的着装向来是肖战在随意场合中最为偏爱的，而差也总能驾轻就熟地传出青春活力的感觉。不过更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肖战阳光的笑容，从曝光的照片中可以看出，肖战在与粉丝互动时总是眉眼弯弯，笑容温柔甜美，而在认真倾听粉丝提问时也是一副认真专注的模样。这种温柔治愈的笑颜最能让人感到亲和，也让肖战在观众心目中留下了青春健康的印象。随着近年的发展，肖战的人气与认知度持续攀升，许多粉丝都因为他在剧中的精彩表演与现实中的真诚互动而深深被吸引。这次的直播造型也让粉丝领略到了肖战的另一面，生活中青春俊朗的一面，随意但不随便的着装与温和的笑容更让人觉得他平易近人，这也正是肖战深得观众喜爱的原因之一。这番随意的直播造型也让粉丝生出了与肖战更亲近的感觉，这种仿佛认识许久的温情也正是明星与粉丝能建立起的独特羁绊。